生大妈潘肯琪开错了，对面有种就不要跳啊！你们有种都不要跳，不吸爆你们，我把我的王倒过来先。潘肯琪打野还是大妈打野，我倒是看看，我倒是看着、啊、对面一定会跳、啊，韩国仔都四分数如命，对面一定跳。嗯？进了，塔分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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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攻点爆你！大妈打呢，也是这个我们 CDR 只要满了，他就不知道怎么赢了。大妈吸一口，嘿嘿，看到大妈就吸一口。很会甩哦。不要不要不要抽我，不要抽我。爆腰啦！哎呀，落炮车。做点事吧，李欣。好烂哦，李欣，你这样都没杀到。我们的李欣是不是怪怪的、啊？哦，不要闹了，李欣，你在干嘛？我中风了啦，李欣，到底在干嘛？演员啊，李欣。超级烂的，每个 Q 都 miss， 然后硬要上，最后恼羞一闪。李欣别闹，你不要来啊！我们打不赢，你不要闹，不要跟我开玩笑，李欣你就走吧。哎呀，什么大妈暴打血鬼，那都是一开始前期的假象，他顶多就赢个一点点 CS 啊。你们知道血鬼十等才开始强吗？我现在七等了，他都换血也没有换赢我很多了，那他等一下肯定打不赢我的。遇到鬼嘞、欸！给了吧，我下去看起来就送头。大妈跑到下路去是啥桥？跑到千里遥遥去送头啊！啊哈哈哈！大妈好好的线不打，千里遥遥去送头啊！那我就不客气的接受你的塔皮了。我是不会跟你客气的、啊，大妈。玩大妈还想跑线啊？这次他不是没梦想啊，他是太有梦想。既然对面放这个空档给我呢，我一定好好利用啊。这把看起来一定要出金啊！这把看起来是我进去不开血池，马上就倒了。如果见面就要开血池的场呢，都要出金了。好，我们现在如果遇到伊维拉就倒霉了。Hello。 有没有？马上倒霉了。现在是伊维利亚最强的时候啊，遇到他就是倒霉啊！不要给他滚雪球，对不对？然后玩一玩呢，当我有三件装的时候呢，对面所有人都要倒霉了。这个游戏就是轮流倒霉的。现在是我遇到他们，我很倒霉啊。再过一下呢，就是他遇到我，他们都很倒霉啊。飞到下路什么意思啊？对面要撞下来，给他吧。哎，范这样没死，太扯了吧！他们三个人这样追范就没死。狗狗，啊，没摸了。绑一个，好烂啊，雷兹！好烂，送闪现啊，雷兹！这把要是没有一点运气成分，看起来不会赢。你们觉得我们要赌那点运气吗？要是等一下必须靠运气的时候，我就要出那个。
啊，以为来一打二。哇！走啦！李信，坦克怎么这么强？坦克奇，呼啊！坦克奇，雷兹加油！没道理，坦克奇这么嚣张吧？这坦克奇不是在错啊，意外的还有点强呢。看起来他就是个超级无脑角，你看他带鬼步，加上征服者，他就是看到人就开鬼步，然后他就一直舔一舔，看到人就开鬼步，那么简单。我也会玩啊，我在下一场玩我也可以啊，根本不用练啊，这个角色我玩一场就会玩了。我们两个一起走吧。太扯了吧！一秒不到就死了。我是按血池的，但是我的血池还在 CD， 大概要还要两秒 CD。我没注意我的血池在 CD， 但太扯了吧！一秒不到就死了。哇！我的伤害越来越高了，再两件装这把一定 C。有帽子了，帽子了。敲不敲敲思密达？有没有人啊？队友有没有队友？可以打，可以打，怕啥？完美会战，到底在怕啥？对哦，那啊有没有？我练大妈，所以我血鬼看起来比较强多的后期。大妈要练血鬼了吧？叫我练大妈的、欸，他就只有一开始嚣张，我就说了，他后期就要被我屌打了。哇哇！你看我刚刚那个穿梭自如。我那个穿梭自如，你没有看到吗？我大五个人，然后呢，我进场发动相位冲击，从上面穿进去，从下面出来，从上面穿进去，下面出来，啊，对面杀的对面措手不及。我想闪现开战了，我受不了了，我快受不了了，我要闪现开战了。不要再看了！啊！下去！快受不了了！李信打死都不开，他妈要一个血鬼开战！哈哈，被我屌开一波！啊！自己的波自己救啊！你们这个大妈就只有前期嚣张一点而已啊，后期没有用啊，后期大妈就没啥用。不给赞，这把要给我赞吧。这个后期都靠我在打的，这个肯定不给赞，肯定是他们要给我赞吧。哦，钻石变大哥喽，好可悲啊！居然还在钻仔，然后队友还不给赞，队友还不给赞。丹妮看起来好像变瘦了，不是看起来，我真的变瘦啦、啊。我就说了嘛，你们要叫胖叔叔就趁现在，真的啦。你们搞不好再过一阵子就不会叫我胖叔叔了。以后就要变成瘦叔叔了，或是高叔叔了。
我们现在会高速逛街呢。我现在正在高速减肥啊，我们现在正在高速减肥，高速什么都是我的专长啊。抱膝大妈，抱膝大妈，你在干嘛？不要再看了。